么也一样啊。春天过后，竹子都长起来了。有一些竹子长得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要给它打针。这个针筒是我刚买的，还没用过的。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其实我今天是来做竹筒酒的，要把这个我们自己家烧的这个米酒装到这个竹筒里面去，放两个月到半年左右，然后那个竹子的香气就渗透到那个酒里面去，然后就制作出了那个竹筒酒，特别香。一颗竹子不能装太多的酒，不然这竹子会死掉的。我们就装这两节就好了。我们就地取材，就用这个竹子把它堵起来，这样是防止有那种虫子爬进去。我们再灌一节，竹筒酒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喝过，但是在我们侗族呢，这个竹筒酒就比较常见了。每家每户都会酿很多酒，比如说米酒啦，还有苦酒、竹筒酒之类的。是侗族人，他对这个酒文化特别浓厚。这节我们灌满了，先把它堵起来。好了，我们的竹筒酒就完成了，一共灌了两节，这一节跟这一节，因为中间这一节到时候要锯掉。竹筒酒我们已经灌好了，再等两个多月，这个竹筒酒就可以取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竹筒酒的美味。